哎，有了，我还知道印尼其他有好眼力的动物。这是熊狸，它是一种夜间捕食的动物。熊狸有人称它为猫熊，但是它们并不是熊，而是狸。这位印尼的猫熊跟我们中国的猫熊差远了，中国的猫熊啊，可爱多了。哼，就是嘛，熊狸喜欢吃水果的哦。它们的尾巴又粗又长，在攀爬的时候，尾巴就像它们的另外一只手，帮了很大的忙。